站这样子。那很高兴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，可以参加这个乌克丽丽音乐节。接下来我们要连续表演两首歌曲，第一首呢是《呼啦 Girl》，那因为这个舞台叫做扶桑花舞台嘛，我们就特地选了这一首《呼啦 Girl》。那么第二首呢是想到南台湾这么热哈、那么热，我们来一个冲浪，所以呢我们就用 Body Surfing 啊，用这一首歌两首歌来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
谢。